真的是很难拖出来，好不好？差一点我们都要放弃了，因为我们是两前后两个门都打开，想办法让他整个人都夹在那边。后来最后幸好还是有拖出来了，他又半昏迷的状态了，已经是恍神了，也不确定他那个、是后来给他放在人行道上，就是他还有在呼吸。我奶奶想说那应该是还没事，可是他右手就很明显就不知道是骨折还是怎样，就因为他那个手就看起来就不符合人体工学。我们刚好我们工人有五六个人，那两三个去拿灭火器，然后另外两三个跟一个路人去把那个架子那个人拖出来，那时候已经很大的火了，很难拖出来，好不好？差一点我们都要放弃了。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他是谁哦，那如果他是在我面前，我会难过一辈子，所以就不行，就是硬把他拉出来。对。